刚刚在听胡明茶里看到了四川成都小菜的一首，只有翻身菜，这是听了明茶的感觉。各种茶几和各种茶叶混合，上面门洞都有门，绿色翠绿。在这菜吗？现在的服务区都有水。我不要不要，我们不是中午吃吗？寿司糖，还有麻酱糕，麻酱糕，甜皮鸭。你要吃吗？不用不用，我们中午不要不吃的。这都是热水吗？